今天是十月，不，今天是3月31号，我在前往公司的路上，因为呢，我们在5月28号有一个线上演唱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去公司练习。因为前阵子呢，因为有别的安排，所以说很少去演唱这些陪伴我很久的歌，所以今天练习会有点紧张，但希望顺利，祝我顺利。我还记得之前拍影片的时候头发还很短，现在头发长到就是我不绑起来的话都不行，所以我最近都是用这种很调皮的松马尾的概念配个毛毛出门。而且我刚刚基本上是不记得工资起这久了。问题在哪？问题在哪？电脑的前主人，请问我的 CPU 过载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吗？是我对他不好吗？应该是他不懂你的好。嘿，没有道理，我清醒到没偷谁的心。嘿，没有关系，虽然我等到，难道我没有优秀的他心？嘿，想了什么像你的样子，深夜却梦不到。好吧 ，OK， 现在我们要转移阵地到另外一间练习室，因为我们要彩排。对对，你说什么？要去吃饭了是不是？吃饭了。练团啊，吃饭。嗯，对啊，因为本来先吃饭。你就想一下五首。等一下，那你就算是我就是又问你、啊。但是我这个看你的安排啦。没有想，啊，这段都在录。我不敢弹琴，也会弹心。会。嘿嘿。我好想你，没失去你的那天。我就要跟，可是他的那个，对。这段、啊。嗯。因为我好像有点跟不太到。你可以对着镜子想一个，就是。最好的 pose， 不然就是每个没有动作的时候都是长这样。好像的枷锁不再迷惑。想你你的分开发热中的脑袋。难啊。因为我觉得那些音都不好听。开始。就是那种共鸣。你说我不好听。嗯。我说。哇。哇。共鸣的嘛。好诶，这一段就会呈堂共振。嗯。自家艺人不好听的、啊。练完啦，我现在要收拾我的东西，回家吃饭，等明天我再练一次，因为今天不太好。我势必有得嘛，就是再努力咯。好，今天先这样，拜拜。